高雄台东，我到了一个原始部落，他们还保持很好的原始声音，真的好像是阿凡达的那本书一样。哎，你看他怎么样？运输方面也非常非常困难，工作环境非常之恶劣，而且非常危险。那个树上那种滑，你可以想象，随时会摔死的。高空工作的小心啊，千万小心啊！是。他那种原始森林啊，永远吸引很多雨水的。一下雨，我说不要动，我说你们就掉下去。小姐，小姐，你那边下不去，我不骗你，那边很难。到南京中掉下去，他哇，他大叫，来松手，来来，给我给我，我说你这样子把我拉下去，我知道，但是你千万不要放手哦。来我说，来不要不要，来别动，他真的是那种怕的不得了。现在讲完很好笑，但是在现场真的很震惊。来到了海边，这个落差实在是太大了。昨天还捂着大衣，冷得不行，今天就已经热得要命。很开心来到这个高雄的海港，它是亚洲第一大的一个大的海港，得到各方面的支持，比方说游艇啊，海关人员啊，警察啊，让我拍起来非常的顺利。哎，这是看啊，渔船回头看，在海上有这么几天的拍摄，高兴归高兴，和想象当中的还是会不一样。有很多人都晕船了，整天的一个人中毒不行。Very good. I was outside the whole time. 所有人都脱了，大哥也脱了。我已经等到后面，专家呕了五次，他一出那个风吹，哗，整个玻璃都是。哎呵，你看现在船边，你看，哇，是谁呀、啊？船香鱼啊！要洗啊！五次，我们下来就在这边，一起上来，哇！当时搭一趟井的时候，我有给人家有一种震撼感。我进来第一个反应，妈呀！全场有进来的第一个反应，廖凡进来的第一个反应，我去！刚一个小厂，我一进去根本不是，你起完这个浪，你再搭过去，这个船就这一半这么大，怎么搭？这么大的5000平米的厂就一个。结果我找我的朋友，我很客气的，要么你退，要么我等他啊，大哥你拍，我退，他整个退掉就让给我拍，就是这个朋友也是好兄弟，大哥，好人，哇，进来开始，拍戏很多叫神来之笔。所有里边的喜剧都是我现场忽然间那一刹那那个 moment 我想到的。没事，不是，来了，来这，他们的造型啊，或者是他们在现场给我的一个灵感吧。对我来说最好玩就是跟那些海盗一起拍的那场戏。我们要招待你，你们来这干嘛？你看那么多人，那他每个人都是来自不同国家的人。我叫博小龙，来自法国。我来自加蓬共和国。I came from Cape Verde。叫 Lucas， 是个巴西人。在里面23个演员，我都要给一点戏他们，这是非常困难的。1、2、3。
常常跟人家说不能马虎，每一场戏不管是多辛苦一定要坚持的把它拍好。来走对走，我一定要对得起观众，对得起自己拍这部戏的目标，这也是这么多年来令到我成功的。 Rolling Speed Jackie Chan's Movie